我的丹田气海已经被那几刀抽空了，这会儿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，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罢了，只能学信云那厮唬唬人了。司小山是吧？我看你这水平，还不如穆小乔呢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你猜？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！哼！瞧好了，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，让你开开眼！ 青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？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，就你这点力气，顶多拽来试。哼，我还得谢谢他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。笑什么笑啊？ 这货全身透着古怪，我却依然能无端的信任他，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前，先逃命要紧。 好汉真牛啊！哎，刀呢？啊？要你管？手无寸铁还敢跟青龙主继续纠缠？你可……哎，虽然不是刀，但是我也没别的了，凑合用吧。你哪来这玩意儿？拿来壮胆吗？ 刚才捡的，不是我说你自己私下里挤兑自己人，怎么这么机灵啊？哎，这位英雄，咱能不能别以后一到关键时刻就想着动手解决一切啊？你们别争了，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这么莽撞了？啊，我们都很担心你的。我，嗯，他不好好的吗？我不是也好好的吗？ 啊，是你人是好好的，但就是啊，每次都要赔上一把刀。哎，等我回去啊，准给你做一个特制的背夹，七八个插口，插满排一圈。等你出了门呢，插上个七八把大砍刀，准跟开疄似的，又好看又方便，省得你不够用。你回哪儿去啊？ 回，跟你回48站呗。走了呀，阿飞，快点走了。
确实是有打斗的痕迹。我看青龙主啊，多半伤得不轻，我们可以先在里面避一避，他也不会逗留太久。